得害怕，匆忙出门时，素颜戴眼镜会不够好看。刚好说到暴龙新款光学镜，今天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吧。这款 BH6000 透明镜框加金属的设计，自带清透感，衬托肤色也不挑脸型，双层的防滑鼻托设计，不怕滑落，镜面后也不怕戴久了会不舒服哟。度数低的小伙伴，我推荐带有腮红妆效的 BG5108， 晕染镜片提升肤色，看起来活力满满，和透色大框简直绝配。想拥有高颜值日常的小伙伴，别忘了9月6日晚8点关注暴龙官方旗舰店，买一赠一更划算。你没事吧？上班学习没精神，来颗66美雪梅。九道工序入口清凉，冰爽一神，给你神助攻。还有劲爽薄荷新口味，更劲更爽。66美雪梅，冰爽一神。没有人天生就会发光，但我想成为那道光。那些打不倒你的，终将积聚成你内在的能量。当这一刻到来，何必再借光，因为你就是光。至紧至透，智能成光，雅诗兰黛白金黑松露精华，只为最好而生。期待在日常的某个瞬间与香气撞个满怀，一刻间一闻钟情，仿佛嗅觉和生活都被点亮，日常不再寻常。当你留香珠全新升级上市，淡香且持久，比香水更好的香味体验，12周持久留香，让日常不再寻常。我将与当你一起带你邂逅恰到好处的持久香气，敬请期待。